大家好，哦，Johnny 喺度啦，Sam 啦，Elsa、Ronnie、Patrick。OK，嗱，今日咧就開始前講一講啦，因為上星期都如常咁咧，喺中途咧就 YouTube 咧就斷咗。咁啊，經常發生啊，都成為咗好似斷咗 YouTube 先至係正常嘅，唔斷啊，反而係意外。咁啊，仿尋名師咧，各路嘅專家咧，就只能夠歸咎我哋依座大廈，依座大廈嗰個光纖個鋪置可能流量不足以應付大廈各單位嘅呢段時間使用。咁咧，由於我哋有兩個，一個係Facebook 嘅直播，一個係 YouTube 嘅直播，係同時進行嘅。咁咧，所以變咗可能係 YouTube 嗰邊比較敏感，覺得佢有稍為不足呢、這個啊 bandwidth 嘅時候咧，就自動就幫我哋停咗佢關機。咁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啊？咁所以咧，就另一位即係同學咧，就建議咗，不如我哋用兩個 system 啦。我哋原有嘅課室亦經港同嗰個光纖嘅 WiFi 咧，只係負責呢家我哋依家呢個就係 Facebook 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嘅直播。咁另外我哋咧就寫入另一個 5G 嘅系統，就同呢個光纖系統冇關嘅另一個獨立系統，就專係 for YouTube 今次直播用嘅即係數據。咁變咗兩個分開嘅系統，睇下會唔會順利地冇中途斷咗。如果都再斷嘅話，都係 YouTube 斷嘅話咧，就希望各位 YouTube 睇緊直播嘅朋友咧，就直接轉去 Facebook 嗰邊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咁但係原來又會有困難嘅，原來咧好多朋友啊，即係已經取消咗 Facebook 嗰邊嘅聯繫嘅啦，因為佢唔中意啊 Zuckerberg 佢哋。將佢 Facebook 同 WhatsApp 裏邊嗰啲咁嘅霸道嘅做法，咁所以變咗之後 YouTube。咁如果 YouTube 斷咗嘅話咧，咁就只能夠等我哋個節目完咗，咁我哋有朋友幫我哋咧就將佢 upload 翻去 YouTube 嗰、那個那個黃偉文粉絲交流俱樂部嗰、那個嗰個易經講堂嗰、那個那個類別嗰度。咁反正我哋有兩個 system 就進行直播，除非我哋喺個直播途中兩個 system 都 down 咗，都 off 咗，都冇都即係冇辦法如期進行，否則嘅話，只要有一個係如常嘅話咧，我哋繼續落去，咁咧就將嗰個孤本就放會喺翻 YouTube 黃偉文易經講堂嗰個 channel 裏邊，咁啊事後去睇翻，咁啊。為了 live 呢個緣故咧，好似搞到好多問題出嚟，咁啊好多學生朋友都覺得點解我咁堅持要做 live 咧？因為如果只要唔做 live， 純粹係錄影嘅話，就算好似我哋自己製作咗段嘢，你任何時間掟上 YouTube 嗰個黃偉文易經講堂裏邊，人都睇到，根本就任何風險都冇，而且你 keep 住個孤本喺自己手上邊係最安全嘅。咁但係我始終唔知係咪我自己都係老派人啦。Live 就係 live， 錄影就係錄影，錄影嗰啲就係錄影嘅節目 ，live 就係 live 嘅節目。咁我就覺得係 live 係啦。阿 Viva 都話佢取消咗 FB 啦，已經啊。咁所以表如你睇唔到嘅話就冇辦法啦。咁啊事後你睇翻啦，除非兩個系統都一齊，兩個系統都一齊斷咗，咁冇辦法啦。咁依家我哋用緊兩個唔同嘅網絡系統嘅。一個是用光纖上樓嗰個傳統嘅方式，就係俾呢個黃偉文粉絲交流部俱樂部 Facebook 用。咁另一個咧就係、是、新安裝置嘅 5G 最新嘅嗰啲係啦 5G 系統咁純粹係俾個家庭用嘅。咁睇下我哋用呢個攞嚟做。做呢、這個YouTube 就會唔會有意外？因為連續幾個星期都中途斷咗，咁我都唔想深究點解要斷啦、反正斷咗就係斷咗啦。OK， 我盡一切嘅努力，就係、是、希望佢能夠做 live。
咁究竟 live 有咩特別？我就認為係有個互動喺度。咁但係當然其實都冇乜互動嘅，即係每次互動嘅話都係求其嘅互動。咁但係 live 就係 live， 我自己好堅持做 live 呢個感覺。但當然隨緣啦，啊 Kelvin 話齋，你能夠盡力做到，做到就做啦，做唔到所有方法都用咗，都係經常斷嘅話，咪最後可能被逼就係做錄影啦，錄影之後就掟翻上去，咁錄影反而仲自由好多啦，任何時間錄都得，錄完之後點 edit 又得，再將佢分成三橛出又得，咁變咗簡單好多啊。OK 嚇，你會重看係咪啊？多謝你啦，咁就因為都冇辦法，我都唔明點解一個鐘頭就斷，鐘頭就斷。其實我都唔明咁複雜嘅，點解我一個人做咗京廣堂，得我一個依家嘅空間裏邊，但係用幾個 system 嘅 WiFi 啊、5G 啊、WiFi 蛋啊、WiFi 嘅唔知咩家庭裝置啊、5G 嘅裝置啊，喂幾廿萬樣 system， 已經 out of 我嘅知識。OK， 2021年6月1日星期二，黃偉文嘅京廣堂啊，大家好啊，陶小姐好啊，自己心意啦，系啦，自己心意啦，反正自己揀嘅條路難啲行，但係自己中意啊，係咪有乜辦法咧？好啦，今年六四維園就唔准有燭光，特區政府如臨大敵，佢哋怕燭光背後嘅人心。冇咗維園嘅燭光如海，其實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唔通就冇流過血咩？香港人見證咗呢場歷史慘劇，某程度上係參與咗呢一場慘劇嘅前因後果。香港係世上唯一對呢次慘劇念念不忘，每年都有大型悼念活動的城市，這個就是大陸任何城市，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廣州還是重慶，都沒有辦法跟香港相提並論的原因。人心不死，這個就是香港精神。強權暴政，企圖改變人心，但是歷史上從來沒有成功過。可惜政府官僚通常都不讀歷史，暴力政治只會令市民不再相信政府，不可能改變民心。疫情嚴重，香港人冷淡地對待政府的疫苗接種政策，啊，這幾天直情開始整個林鄭政府都癲癲地添㗎啦，啊，但是接種的比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只有20%。周圍都說不夠疫苗，我們的疫苗到過期了，就來8月到期了，那些 biotech 根本就未用，啊，訂了這個，啊，750萬 biotech， 750萬科興，根本就只有20%香港市民，20%，啊，即是100多萬鬆一點，啊，才接種了，啊，其實原因都不用深究，人人都知道，香港人就是不信任政府，就是不想配合林鄭的政策。我們自己問心，細心地想一想，什麼獎品才吸引到你去打針？或者用另一個角度看，我們用中卦角度看，什麼的懲罰才逼到你無可奈何地去打針？子貢問孔子，一個政治領袖的為政之道，輕重之間如何取捨呢？這段講話記述於在《論語顏淵》篇第7章，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呢？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二者又何先呢？曰：去食。因為自古皆有史，民無信不立。嗱，成段書係咁嘅。子貢呢位孔子身邊文武兩大將之一，
富甲一方善辯才啊，無限嘅子貢善問，推理至極，帶出咗為政嘅高層次理念。政府首重民食，呢個係義，義者義也，義之所為。但係當遇到不得已，輕食重信，呢個係臨變嘅權宜。孔子認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有三個基本嘅要求：先要足食，人人都可以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呢個係大禹治水之後，將神州分為九州，每一個州住一個大鼎嘅背後用心。你要問鼎，你意思即係我孭起呢個責任。問鼎唔係權力嘅彰顯，問鼎係背負責任嘅承諾。鼎喺古代嚟講就係一個大嘅飯煲。政府嘅存在，政治領袖要問鼎，就係話我要孭起呢個飯煲，負責曬當地所有人嘅温飽責任。所以歷史，中國嘅歷史學家對呢啲咁樣嘅為政者，尤其是對宰相，即係政府嘅最高層，佢要求佢調和鼎立，設立陰陽。調和鼎立，鼎一個大飯煲，立係仲大啲嘅鼎。調和，你煮依餐飯要調和，因為社會有唔同嘅階層、唔同嘅背景、唔同嘅出身、唔同嘅要求、唔同嘅需求，但係你一餐飯，你啲政策要適合所有人用，設立陰陽。一個社會總有贊成反對、鷹派及派，這個就叫陰陽。啱啱相反，你設理，你將它調和它，令到雙方都接受到你的政策，這個就是政府的責任。政府負責那個飯煲，這個飯煲代表政策，你的政策要適合所有人用，你那餐飯要適合所有人吃。你做不到，你說沒可能做得到，那你不要問鼎，你下台被有能者居之。你要孭這個責任，就有這個抱負，調和鼎立，設立陰陽。歐陽修就用這幾個字要求當時的政府，寫歷史書收史的人就要這樣要求。第二個要求是築兵，當你經濟政策搞好的時候，你就要開始建立強大的國防，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性命和財產。當做到足食足兵，第三個要求亦是最重要的要求，你必須得到人民的信任。這個是孔子對一個負責任政府的基本三個要求。子貢跟住問，子貢刻意地在邏輯裏面推理出來了。 OK， 三個做到當然最好，但當世局大變，客觀環境冇辦法滿足到三者俱備了。一個政府，一個政治領袖在三者之中取捨，先要放棄一樣。那放棄哪一樣先呢？老師，孔子說咁先放棄軍費。 OK， 第一個被 eliminate 嘅，唔要嘅軍備先，放棄軍費。子貢再問，如果仍然冇辦法維持呢？嗱，呢個問題將孔子逼到一個取捨度，亦帶出咗孔子嘅為政最高原則。這個原則是什麼？孔子說唯有犧牲經濟戰前，食，放棄食，經濟建設放棄，大家都窮，甚至沒有飯食，但是政治裡面有一個大原則，那個叫信，就一定要堅持。人民對政府信心堅定，社會才會有力量。時代危機會過去，非常時期會過去，瘟疫會過去，過去了
個信心仍然喺度，咁呢個社會先有重建一切嘅基礎。周易第二十五卦是天雷无妄卦，天雷无妄，这边是天雷无妄，第二十五卦，第二十六卦就是山天大畜，两卦相中，视为一体，即是一组卦来的，啊，乾坤一组，屯蒙一组，衰重一组，司备一组，这个叫做天雷无妄。这个叫做雷天大壮，天雷无妄讲的是无妄之灾，无妄之灾想象不到的，毫无征兆的，出乎意料的灾祸。我们这一生都总会碰上几次，有些人指添啊，他说是吧，点知几次啊，阿黄生，我一生都是无妄之灾来的。 OK OK， 一般人讲的无妄之灾的意思呢，好像说喂，不关我事的，我不需要负责的，不过时运低，黑仔啫，是吧，受连累啫。但是周易讲的无妄之灾，无妄之灾通常一般讲的是天灾，不过周易的道理说这个天灾往往是始于人祸的，天灾人祸其实只不过是因果的呼应。先看看无妄卦的卦象，先看到上边是乾为天，下卦震为雷，震的卦得为动，乾讲的是天则，当我哋嘅行动合乎天则，咁就无妄啦，无妄毫无错误啦，无妄即全真，天道无妄，但系人心不容易啊。点解？因为我哋人有私心，人有侥幸之心，所以卦辞话元亨利贞嘅，同乾卦一样嘅。不过元亨利贞之后接住讲其匪正有成。不利又有往，这十个字斩钉截铁，他讲的如果偏离了天理，其匪，匪即是非，即是如果不是其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有醒了，醒就是人祸，天灾就叫天灾，醒就叫人祸，易经有时会用灾醒，即是天灾人祸一起来，其匪正有醒，他说如果你不根据天的规律，乾卦的规律走，元亨利贞，你不跟元亨利贞这个规律而走的话，其匪正有成，不是这样就人祸到了，不利有由往，不适合再前行了。那一个人的起心动念或者行动稍微偏离正道，立即有醒，醒就是怎样，生活的生下面写个木，这个读个醒字，说文解字解释呢个字，佢话目中生翳啊，我哋只眼生咗啲膜喺度，一层白膜啊，即系如果现代讲叫白内障啦，可能即系睇唔清楚啦。简单地讲，即系你嘅视野出问题啊，睇唔清楚现实嘅情况。易经呢个说话嘅象征系欲望蒙蔽咗你嘅理智，咁就会闯祸，祸事会嚟。嗰个叫有醒，纯粹嘅天灾叫做灾。人祸是叫做醒，人祸导致的天灾，天灾人祸四个字加埋个词语叫做灾醒，醒是灾祸的根源，表面睇嚟似的天灾根源都是人祸所致。其匪正，即是如果不行天律的话，当你不行天律马上就有醒，因为心念一不正就会自欺欺人，你会为自己的行为美化，哇！你听下林郑，系嘛？呃自己，走的是正义之路，
啊，問心無愧，我又冇樓冇股票，依家銀行都冇啦，户口都冇 ，credit card 都冇，一個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十六個鐘頭，係咪啊？我毫無私生活，同老公都冇乜溝通，都唔出街嘅，八達通我唔用，買廁紙我唔會 ，seven eleven 我唔入，鞠躬盡瘁嚇。人會咁為自己嘅行為美化，我為乜嘢啊？男人都話為女人啦、啊，係嘛？我係女人嚟嘅，又冇一個美男喺旁邊，又冇掉一千幾百億掉喺美國投資，你見到我一身清廉係嘛？嗱，依、這個就係無妄，你會呃自己，其匪正有醒，你嘅行為已經偏離咗正道，但係你會為自己美化，你呃自己走嘅係直路，結果越走越偏，越走越歪，所以易經個 comment 就係不。利有攸往，呢個係爻詞卦詞所講，周文王所講嘅無妄卦之後，天雷係無妄，第二十五卦無妄之後就叫山天大畜啦。山下邊有個乾天喺度，畜聚實力，畜鋭一擊。我哋人生一生都喺度大畜，儲蓄啊！我哋儲蓄啲乜嘢啊？有啲人一生喺度儲蓄錢。我認識得幾個名人啊，一生話俾我聽，一出嚟賺錢就留佢一半，準備晚年用嘅不時之需。當年賺一萬嘅就留起五千先，賺十萬時候留起五萬，係咪啊？投資股票啊，唔知五厘定八厘，係咪啊？跟住點槓桿買黃金、買期貨，係咪啊？佢哋嘅儲蓄係儲蓄金錢，有啲係買樓。不斷買樓，十幾萬已經開始買樓，四十幾年前大圍個咩金絲花園啊，十六萬幾啊，三尖八角四百尺個左右嘅，係嘛？跟住再除再北啲，再就可以火炭買銀禧花園啊，十八萬幾嘅啊，六百四十四尺，六百五十三尺，一個長形嘅，一個就零字形嘅，係嘛？不斷地儲蓄物業，點解啊？晚年咯，大佬，哇！你而家都十幾萬啦，十幾層樓咪十幾萬，十幾層樓啦，大坑道又有係嘛？筲箕灣又有，北角又有，東涌又有，吉隆坡又有，雪梨又有，墨爾本又有，啊，好多，一生都喺度大蓄，每個人蓄嘅嘢唔同，有人蓄嘅係知識。有人蓄嘅係經驗，有人蓄嘅係人脈，有人蓄嘅係做人道理，有人蓄嘅係純粹股票金錢，係嘛？成日為晚年儲蓄嗰啲咧，好有趣嘅。佢冇晚年嘅，原來六十歲再死鬼咗嘅咯，誒，咁你都冇諗過晚年，係嘛？有個話唔係啊，一生都係啊，有位教授啊，一出嚟做嘢就留佢一半錢準備晚年用嘅。做下做下，佢依家都七十幾歲都仲係做緊嘅，原來，切，咁你都冇退休，你一直都賺緊錢，幾時用咧？嗱，我哋嘅一生都喺度大蓄，蓄聚知識，蓄聚經驗，蓄聚財富，蓄聚道理，蓄聚人脈。但係周易嘅卦序邏輯係，我哋一生嘅蓄聚必須先經無妄先。你先是大蓄，唔可以撈亂噶。二十五卦係無妄，二十六卦係大蓄。你蓄啲乜嘢？先要無妄先。你儲蓄嘅，你大蓄嘅唔係妄想，你大蓄嘅唔係不勞而獲，你大蓄嘅唔係根紅頂白，你大蓄嘅唔係見高啊拜見低啊曳。蓄嘅一定要無妄。無妄卦講嘅係時育萬物，用真誠心下真功夫，養育萬物功夫下得越真，內在修為就越無妄。大畜卦講嘅係日新其德，每日都要進步，先能夠喺世間做到大事業，服務天下，利益眾生。呢一組卦就係我哋做人嘅修行。簡單地講，其實要內外兼備。無妄講嘅係內，大畜講嘅係外。無妄卦講嘅係時育萬物，用嘅係誠。大畜卦講嘅日新其德，
講的是進步。習卦轉話大畜時也，無妄哉也。大畜卦一生的畜序，一生的準備，都是一粒字可以形容的，時字必須合乎時代的需要。無論你畜的是知識，畜的是學問，畜的是資源，畜的是樓宇，畜的是股票，都要合乎時代。很多東西都變，時代會變。五十年前、四十年前，你畜的是八號仔這個電話公司，那你就膝頭繳眼淚了。不用八號仔啊，你說匯豐銀行啊，你說德昌電機啊，你說李彦峰啊，你再說再說。當年那些巴巴閉閉的香港驕傲，國泰航空、匯豐銀行，再說，是嗎？即使股票都是時也，速的東西，知識又好，人脈又好，關係又好，哇！當時你速了很多關係，跟什麼人的關係啊？那當然是林彪副主席啦，江青同志啦，啊，你速這些，現在不要說這些了喎。鄧小平啊，改革開放總工程師得了啩？嚇，啊！你仲講鄧小平個家族俾人追殺緊喎？你知唔知個孫女婿點啊？出黃岐山得了啩？改革開放當時揸住把呢個咁嘅廉政公署嘅廉政工作，督參肅貪倡廉啊！嚇，依家講黃岐山，任志強身家充公咗。本人坐監判獄八年噃，係咯，速時也，你速的東西要時先得嘅，啊，無論學問、人脈、資源、財產、股票，都要合乎時代，啊，否則就係儲蓄咗一大堆冇用過時嘅嘢。所以大速卦嘅重點就係一個字，一個時字。不合時，一切的準備蓄聚都是白費。即使做學問都一樣，我們吸收知識，我們要做的是活學問，是因應於現世生活。否則讀論語來做什麼呢？你背熟史記，背熟資治通鑑有什麼意義呢？你知道永嘉之亂，知道淝水之戰，Google 都有啊，咁知嚟做咩呢？如果我哋學嘅唔能夠提升我哋嘅修養，唔能夠應用於生活，唔能夠應用於待人處事，任何知識都只不過係死知識、死資料，憑記憶係浪費生命嘅餘行啊！無妄，簡簡單單一個字。一個災字，大畜卦無妄卦，山天大畜，天雷無妄，兩卦相中，互為一體，講的其實一句說話，不時就有災，大畜說時，無妄說災，這組卦講的一個永恆的道理，不時就會有災。我哋一生遇到咁多莫名其妙嘅橫逆，無妄之災，從何而來嘅呢？就係因為不合時序，不合時序就有災，災難嘅降臨就係因為不合時宜，係行事不合時宜。如果我哋不時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不跟天律、不跟天理，唔跟宇宙嘅運作規律模式。宇宙的運作是春夏秋冬，沒得撈亂，沒得跳步，日出日落，月圓月缺，花開花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想用人力天時，你想用權勢的技巧，就可以不跟天律，只要不時必然有災。災哪裡來的呢？災是因為一切因為時，當你時序亂了，災就嚟了。孔子寫的《春秋》非常重視天災和人禍，
每當社會有異象、奇怪的自然災難出現，第一個聯想就聯想到是人禍導致。炎炎六月飛霜降，定有其冤雪下藏，是吗？这个时候政府要调整政策，个根据就是当人心调整好，民间没有怨愤，当权者没有胡作非为，自然的灾害就会慢慢消失，执掌最大权力，控制全国资源的帝王要将天灾归咎于自己，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个就是唐尧禅让给虞舜的时候的交代说话。虞舜将他的国家交给夏禹的时候交代的说话。任何一个啊古代的领袖，他将他的权力下放交给下面接棒人的时候都讲这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都是我错，因为权力在你身上就是你错，资源你控制就是你错，天灾的出现是你错。肤浅的人以为这个只是迷信，其实整个中华文化在春秋这本经典里面所讲的其实是讲紧天人感应。佛说灾难源于妄念。好，我哋休息阵间就讲呢个道德经。啊，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不经不觉，原来讲道德经咧，讲咗二十个 chapter， 佢总共系八十一个 chapter。当时讲道德经嘅时候，其实冇想象到实际嘅系比我想象中困难。最初接触道德经，我谂大概四五十年前咧，十零岁嘅时候，我而家六十四岁。我想大概是五十年前左右，十零岁的时候啊，少年不识愁滋味啊，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十零岁看道德经啊，好是嘢的嘛，是吧？高深莫测，这本书又够 sexy， 你知道外国人个个识的。啊，之前教書有位阿根廷嚟香港做交換生嘅女學生，佢個袋裏邊隨時掹一本《道德經》出嚟喎，阿根廷喎，掹本《道德經》之餘，佢仲背俾我聽喎。十幾歲啊，十幾歲女嚇我一跳，咁勁。係啦，我哋少年嘅時候都係中意嘅啊，攞一兩張，攞一兩句説話啊，隨時咁拋下出嚟。啊！又可以炫耀，又夠威，覺得自己又有深度，係嘛？跟住四十年從事文字工作，或多或少都攪下睇下，擺喺床頭啊！因為佢五千零字，得意咁啊，中意反兩番，
睇一分鐘又得，睇一個鐘又得，瞓覺瞓唔著嘅時候攞嚟咁鉛下鉛下，都覺得自己高深莫測。但係到真正做呢個節目要講《道德經》嘅時候，由於要面對每日講揸住嗰啲咁嘅字，逐粒逐粒攆嘅時候，先發現所有嘅經典都要整本睇，唔係嗰啲啊三分鐘教你啊讀通《道德經》嗰啲啊，啊老子最經典嘅十句説話都唔係呢啲，因為逐章逐句咁講咧，依個係見樹不見林。所有嘅經書要整本讀，《論語》要整本讀，唔係抽一兩段啊！依個咁嘅茶餘飯後以嬌同齊用嘅，其實唔係。接觸咗呢個節目要講呢個內容之後，真正要面對佢先發現功夫要好多，點能夠講到因應現世嘅生活香港嘅情況啊？所有嘅學問不外乎新聞嘅六個 W， 你講俾邊個聽？乜嘢時間講？喺邊度講？今日喺香港講《道德經》，同喺多倫多講《道德經》，我可能會唔同。今日講《道德經》，同二十年前講《道德經》可能又唔同。純粹匿埋喺大學入邊收三個學分。修《道德經》可能又是不同，講的不同，聽的不同，背景不同，時間不同，個 why 不同，個 how 不同，個 what 不同， who when where 都不同。所以其實今日見到面對呢個經書，我先明白到孔子喺《論語》講五十以學易呢句說話。幾千年嚟，好多不同嘅學派領袖、宗師都有唔同嘅傳說。但你真係親身行過呢條路，你明白到古代小朋友已經讀《易經》，但孔子強調五十以學易。人生去到五十，喺古代春秋時期，二千五百年前。人生條路行到最後一段，累積了五十年的經驗、世情、挫折、閱歷，再呼應《易經》的道理，你才明白到他才說給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如果還給幾年我搞通了《易經》，加上我的閱歷，周遊列國，周圍的挫折艱難苦難，一身居馬，印證翻《易經》嘅學問，理論上就應該冇乜大嘅過失噶啦。其實《道德經》都一樣，佢講嘅好似一個天，一個好高嘅角度俯視落嚟人間嘅道理，講嘅好似外星文字咁樣。但係如果唔係今年我六十四歲嚟開始呢個工作。如果我二十四歲講呢啲工作，我就相信完全唔係呢回事，必定輕佻好多。人生後要走下一段路啦，六十幾歲應該係最後一程啦。最後一程累積咗幾十年嘅啊文字工作經驗、傳媒經驗、接觸嘅畫面啊、荒謬嘅世情啊、新聞嘅理落。咁讀又有完全唔同嘅感受，同時今時今日，啊 ，Queenie 話了解了咗佢多年心願啊所以今日講《道德經》，你好似發覺真正要面對呢、這個。公眾工作的時候才明白，好像過去五十年自己怎麼看過來沒的呢，好像句句都讀過，句句都懂，為什麼今天看的時候又有完全不同的演繹。是啊，嗱，我們講《道德經》第21章，今天孔德之用，為道是從，
個個字都識呢八粒字，睇嘅時候就覺得好拗頭。孔德之用，為道是從；道之為物，為仿為忽。忽係仿係，其中有象；仿係忽係，其中有物。渺係冥係，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悦众苦。吾何以知众苦之状哉？以此啊，系咪啊？个个字都好似好浅咁嘅，但系加埋就唔知佢噏乜。孔德，孔德即系大德，孔嘅德系大德。孔德之容，容系具体嘅表现，即系简单地讲系大德嘅具体表现。其實有得跟的，為道是從，形而上的道，道真理也，這個宇宙間運作的規律，落實到現實的人生就叫做德。道和德其實是一樣東西，就好像我所說，天雷無妄和山天大畜其實是一樣東西，不過你這樣看是天雷無妄，你咁睇就山天大畜，一個係講時，一個係講災。不時就有災，其實兩個卦加埋用唔同嘅相反角度講一句説話俾你聽，不時就有災。所以道係即係德 ，E 等於 MC square， 乾即係坤。道同德其實係同一樣嘢，係睇同用嘅分別。本質上冇分別冇差異啊，本來就一樣嘢。呢、這個就係點解孔德之用，孔德之用即係大德，大德嘅具體實行其實係為道是從嘅。呢、這個係道呢、這個精神作用嘅具體發揮，就好似《周易》裏邊開頭嘅開天辟地嘅乾坤兩卦嘅關係，乾係天理。坤是現實的人間，抽象的天理邏輯，圓亨利貞，呈現在具體的現實人間。這個就是春夏秋冬，這個就是生老病死，這個就是成住敗空。人間的現實要照顧形勢險阻，但你照顧現實不可以脫離乾卦象徵的天理總綱。大德的一切表現是完全隨著道的精神而具體轉移實行。所以他說道之為物，道這個東西是怎樣的？為仿為忽，仿忽是指心性光明的境界，仿處身邊加個光字，忽處身邊加個忽字，仿忽就是心底光明飄然自在，活活潑潑，不是顛三倒四，不是模模糊糊，不是故弄玄虛，不是騙神騙鬼。老子講到道，勉強描述起嚟，佢有咁一個不可思議嘅光明灑脱境界。佢話：忽係仿係，其中有象啊；仿係忽係，其中有物。道呢家嘢，呢、這個真理，呢、這個抽象嘅宇宙規律，表面上雖然仿仿忽忽，好似毫無邊際。但宇宙萬物就係由呢個道呢、這個規律形成而產生嘅，所以其中有象啦。喺呢個恍恍惚惚嘅光明境界裏邊，似乎確有一個咁樣嘅東西，其中有物，佢具備嘅宇宙形象又涵蓋咗天地萬物，所以佢話渺係冥係，其中有精啊。其精又甚真，因為其中有信。渺形容是深遠，冥是形容高大。用我哋現代人寫稿嚟講，嗰個叫翳翳乎，係嘛？《論語》用嘅翳翳乎啊，係嘛？高高大大，犀利啊！渺冥其實講嘅依家咪太空。最近美國太空總署嚇影出嚟嗰個火星嗰個圖片咧，即係簡單太空嘅景象咪就係咁。如果用古代文學嘅寫法，飛入清明啊，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象徵入到無窮深遠的太空，置身其間忘卻了太空這個觀念。當一個人的修養達到了這個程度，就能夠了解這個中間是 確實是什麼，其中有精。這個精這個字是生命的本質，不是生物學上的 sperm 啊，即不是精子的精啊，是生物的本質，精神氣的精。管子內頁篇講，精氣之極也，精也者氣之精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不是 sperm 啊，即不是精子啊，亦即是後世道家修練啊，道世修練嗰啲咁嘅啊，旁門左道啊，將佢成為咗啊男性嘅精啊。其實追求呢個解法全部唔啱，唔係咁膚淺浮淺嘅。嗰、那個精係精氣嘅意思，氣之極嘅意思，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嘅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是信驗，真實真係有，喂，真係有事實嘅噃。其中有信啊，有驗有信驗驗證嘅啊。靈嚴經講過，心精圓明，含果十方，修心養性，去到呢啲地步就可以蓋天蓋地，包容成個宇宙，所以心精圓明。含果十方，十個方都包含，它是絕對真實的東西，因為有信，其中有信，確有其事的啵。當我們的修心的養性去到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這個境界的時候，就等於靈嚴經所說，你的心精圓明，含果十方、啊，你包含整個宇宙，所以老子話其精甚真，佢係絕對真實噶，無始無終，不生不滅，其中有信，確有其事噶噃。只要你身上邊真修實證，呢個就冇人話得俾你聽，你要自己修，自己證，你要自己路，如來成佛嘅方法，你冇得跟，嗰個係如來嘅方法，你要用你自己嘅方法。自然一步一步，你感受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啊！呢個睇唔到，冇辦法形容形而上嘅道，就係參透天地造化之機，不生不滅，永恆存在。從古至今，真理只有一個，真理得一個，冇兩個，冇三個。世界上面只是表達真理的名詞不同，這個不二法門的道的名稱可以上千上萬，無窮那麼多，你叫做什麼不重要，你叫它道，叫它心，叫它物，叫它天，叫它帝，叫它如來，叫它主，都是代表這個不二法門。這個東西是永遠不變，永遠不磨滅。我們的傳統文化稱佢做道，以越眾苦，吾何以知眾苦之狀哉？以此，等到你真正真修實證啊，悟實悟大道之後，你證實咗真理之後，你就能夠無所障礙地觀察一切嘅眾生相。一切眾生的根性，眾苦，苦道苦的苦，眾苦即是眾人，苦這個音啊，道苦的苦，這個苦即是父，即是男性，所以道苦姓道這個男，這個男子他字子尾，喂，靚仔來的，是吧？道苦字子尾，苦是男子的意思，父啊，男性，男子姓道名苦呢位男子呢位子美靓仔嚟噶，喂，不好不过咁多年好似睇过咁多书都冇人讲过形容个道苦系靓仔，照计穷成咁好难靓仔啊，穷人好少靓仔嘅。
佢條友窮到連間木屋屋頂都俾風吹埋去嘅，佢係推行公屋嘅第一個推手嚟嘅。安得廣下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開顏，係嘛？窮到粒積咁樣。盛唐時期，唉，佢都算黑仔噶啦，其實係嘛？喺唐朝最巔峰嘅時候，碰啱嘅就係、是、啊，當時由盛轉衰嘅時期，佢就碰啱大肆用兵啊，安史之亂呢啲動盪時期，所以盛世都有窮人。杜甫佢話字子美，其實好諷刺嘅。我淨係聽到杜甫好窮嘅，窮到粒積咁樣嘅啫。但係佢有冇真係紫美咧，就唔知啊。不叫啊，未必係嘅嗬。眾苦等同後世佛家講嘅眾生、眾苦，各位眾人、眾人咁解，係咪啊？以悦眾苦依、這個道理，你通咗之後，你能夠毫無障礙地觀察一切人間眾生相。眾苦之狀哉，點解我可以知道眾苦之狀哉？以此咪就用呢、這個，就係用呢個道理啦。係啦，嗱，即係話，當你得到咗道呢、這個道理，你真修實踐之後，明白呢個大道，芸芸眾生相嘅種種雜性。一舉一動，種種因緣，千差萬別的生命狀態，你都可以一目了然，睇得透徹。所以老子話：我點解能夠了解一切人間的根性，一切人的想法呢？以此就是用這個道理而來的啦。此，個此是什麼？此，即是大道。我就是用這個大道，我的修正之後，我就明白了一切人間的根性，一切人的想法。由這個至高無上、恍恍惚惚的道，通達變化無窮的宇宙萬有，照見無涯無際的生命現象，所以老子才能夠無所不知。以此就是根據這個修行，這個實證了。講完呢張《道德經》，每次講完《道德經》，我都好攰啊，成個人散曬咁，唔知點解，好難講啊，唔知點佢咧，好似特別難講嘅，即係講咁多古文之中咧，《道德經》我喺我自己嘅經驗中算係難講。依十年我都係即係授課講緊《周易》，《易經》本來係抽象，但係個邏輯依據好硬淨嘅，容易講啲表達啲，《道德經》講個高度太高，所以講嘅時候顯得有啲艱難，有啲辛苦。好了，今天其實的內容已經差不多，只是想提一提，星期五就是6月4日了。林鄭政府不准我們去維園，不准我們點起我們的蠟燭，但是佛說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每一個必然的方法能夠到達彼岸，用自己的方法開悟就是正法。因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唯願是形式，燭光是形式，但是我們自己是實實在在人。今年不可以去唯願，但心中的燭光不能夠熄滅。我們心中那點燭光已經點亮了32年，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個價值追求是中華文化。人生的意義在於參讚天地之化育，亦做白話文就是我們生存的目的其實是彌補天地的不足而來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唯一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舉足輕重。好，今日節目到呢度，下星期再會，拜拜。
。